今天我们来编这款手绳。先取一个做好的吉祥结，吉祥结不会的，翻看我以前的视频。再取四根红线，线的颜色大家自由搭配，不一定要红和蓝。从吉祥结的一个角里面穿进去，穿到中间位置，把吉祥结固定住。这个线呢，我们编八个边。八股辫大家开头不好看的话看这里，越贵重的越好，因为这个吉祥结寓意吉祥如意，这个八股辫寓意四平八稳，这是很有寓意的一条手绳，你可以配上一些贵重的东西。我是实在找不到了，就加了一片小叶子，然后这里呢把它穿进来。这是手绳完成的样子。这个地方呢编法比较复杂，由于时长的限制，大家看我的下个视频，明天给大家发出来。